机器人、汽车、机械电子学、机械企业齐聚一堂，创造未来型尖端科学城市。大邱庆北经济自由区，大邱科技城。726万平方米的土地，98个企业，6个研究机构，50000名常住人口聚集的巨大产业城市。大邱科技城将通过 R&D、 未来型汽车、绿色能源产业专业化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，建设成为尖端科学技术城市。大邱科技城汇聚有高水平大学、研究机构以及众多优秀企业，共同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，用更快的速度不断发展。尖端科学技术城市，韩国 R&D 中心，大邱庆北经济自由区，大邱科技城。